Puto. Puto. Mission fail. Blacklist win. Bomb sticky B. Let's do this. Smoke a grenade. Fire in the hole. Fire in the hole. Flash bomb. Fire in the hole. Flash bomb. Fire in the hole.红包局那是娱乐啊，对不对？飞行棋那是娱乐啊，兄弟们。那说真的，对不对？那不，那娱乐不算吧，我觉得。 没有啊，这不是亲戚或者请吃饭或者不是啊，这看个人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喜欢开心，喝一点马尿，我这人性就出来了，我开心。我说出去的话，你啪啪啪，他就不会，你要知道我他妈一喝酒就喜欢说话，一说话的时候就做了，对不对？就刚才一样，兄弟们，刚才一样。我说宝宝，你这个 PK 你肯定输不了，二话不说直接冲了钱，对不对？直接刷了钱。我有时候就是这样子的，没办法了，兄弟们。这东西就是这样子的。无难要死。 太准了，输的太准了。对啊，28,800的故事你们应该听说过吧，兄弟们？你们听说过吧？喝一点马尿，我什么啥事都能干得出来，真的。如果再让我喝多一点，我可能会那干嘛的，你知道吧？可能会他妈的会去前台买单。 但真的是不好，真的是不好，真的是不好，真的是不好。这个习惯不好，要改，咱要改。一人对，每周人一人发了2000嘛，但是大头不是我出的，我只是出个小头而已啦，兄弟们。 讲讲28,000的故事，好久的事情了，就年会的时候中了28,888的大奖，就一等奖，就特等奖，你知道吧？中了之后我不要，我说叫老板再拿7万多出来，一共凑了10万，然后一桌发，一桌人，每人那个什么，你知道吧？每人发2000块钱，就这个事啊。知道呀。 就这个事啊，没有其他的了，对不对？冰雕溜鸟那是他妈的裤主全湿了，你知道吧？全湿了，我操！你在他妈的一个出租车里全是男孩子，我操！肯定要把他脱了，要不然他妈感冒啊！而且那个天气老冷了，而且那时候我他妈没有穿羽绒服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没有买羽绒服。